吃饱了喝足了，这些就不下了，这些冻上。不是你盖帘吗？不还有个小盖帘吗？小盖帘让我下了，那个下锅里了。哎呀，怎么吃这么多？今天外边冷，冻得快。哇，我们就放这儿，啊，一会儿就冻上了，我就告诉你。那这几个你给大毛子。毛毛，给你，我舍得给。哎呀，吃吧。嘿嘿嘿，大毛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刺老鸭，今天给饺子洗澡。不然的话，那个饺子冻久了，它就该裂了，所以我们就，你这么倒行吗，老爹？少倒点。拿来筷子，别让它冻一起去，不然你到时候煮都不好煮。哎妈呀，可以吧？还不如我的罩里呢。罩里不是我拿出来的吗？这样冻的话，这个饺子表面它有一层薄冰。来煮饺子吃了。冰凉的水煮饺。嗯。爸，我往这块整，你就铺了铺了就行啊。能放下吗？那正好中午这一会儿还挺暖和的呢。一会儿就冷了。我不冷。你看马上，哎，马上冻上了，你看不到？你看咕噜的慢的都冻上了，你看，哎，怎么冻了？是吧？得用手。啊！别用手。他说别用手，我妈怕我那个手粘盖帘儿上。别脏手，煮饺子了，看看凉水煮饺子。你这是在平房，你要在楼房，你这是在冰柜里，你还能再加点水。这样式反正是吃起来能口感好。对，哎，咱要是往外发饺子，是不是这样冻一下发也好啊？嗯、完了，你看这才多一会儿。别给你放着，你放着，到时候煮那些哈，一下就能。你看着，你看有阳光暖和，是吧？嗯。嗯现在马上就冻上了吧？待会再冻那一波。哈，哎呀，你看这盆子，边上马上结冰了。你搁外面搁着呗。但冻成坨了。哦。行。就像那个我们当初冻那个大鹅似的，把大鹅表面放到雪对，放到雪里。哎呀。嗯、好。老大没有袋儿啊，老大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冻得不错，它里面反正都是冻住了，所以它不会再粘上了、嗯、我们这是昨晚上包的饺子、嗯、今天拿出来冻的，不是了火了，不然就像冻梨似的，一会儿它都粘合在一起了。 OK， 这饺子这点怎么都黄黄的呀？有，你看你看冻住了已经、哎，你看，啊，就像我就说，就像冻梨似的嘛，嗯，冻住了，嗯，要不就到时候就那么煮一样，那么煮。你到时候试一下，这个冻的饺子和之前普通冻的饺子有啥区别？对，我们吃一下哈。嗯，好，再晾一会儿，晾一会儿，然后咱俩出来装就完事儿了。嗯。把饺子藏起来，叫你们找不着。谁找不着啊？你家那东西都放大洗盆里了。完了，你这都说露馅儿了。